下一代过什么样生活？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辛苦的用功读书，辛苦的成长。我们这一代一天一天年纪大，我们要留给他们什么生活？每一次看到这些小朋友，我心里非常感触，非常的感慨。让各位大家乡亲，我这个去新加坡打等来了，我给大家报告。 新加坡国民所得，一个人6万美金，咱台湾25000，我们要怎么跟人家比？咱是被那个人比，所以我感慨很多。为什么我们再不认真打拼，我们的下一代会过得非常的辛苦啊！我们要大家认真打拼，好不好？ 刚刚请，他刚刚请谁？所有鬼混的政治人物都要下台，所有鬼混的政党都要下台，对不？对。咱台南乡亲，这届用选票全力支持谢龙介，代表我们台南乡亲已经完全清醒，我们不要过去那一套，讲一挂有的无的。 讲一挂高来高去，我们不要，我们要人民过好生活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谢龙介，算到几万，每一天都得要想怎么帮农民、渔民、劳工、所有基层来打拼，从头到尾都这么认真，但是把人。 还是要牙签戳他一下屁股。我们台南人变了，不是某一个政党可以永远在这里万年的政党，对不？我们台南乡亲选票集中，投给谢龙介，也是投给我们自己，也是投给我们的下一代，代表了台湾民主政体完全改变，只有踏实。 好好为乡亲打拼，好好为台湾前途努力的政治人物，才会获得选票，顺利成功，对不？对。大家乡亲，3月16号，登记第4号谢龙介，勇敢的投下去，让我们一起来翻转台湾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谢谢。台湾的国际世界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对。过去没无介济。 咱即马通路跑出去，人若食了调咧，以后伊就会继续食。所以咱有卖3亿，就有30亿，后壁就有300亿。咱拼通路，靠巴肚，农渔民都袂艰苦，对不对？啊，市长你敢知影？
你去拼通路，我看人安尼甲你扭曲甘抹黑。我卖一个订单，叫通路商来买油啊，伊也甲咱扭曲甘抹黑。我较知影讲什么，敌人毋是伫外口。我拜托一个啦，你安尼嘴咧话酸总统，你目睭莫看我啦。啊，你安尼我都乌白相，我都乱去啊！你安尼，你话酸总统莫看我好唔好？选票表达咱想要改变的意志，用咱的选票表示民主取胜的，不是永远你是阮的老爸，无政党不是人民的老爸，人民才是政党的老爸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这摆要听阿爸的话，阿爸恁得爱支持两届啊，拼经济，找通路。停机站过八道，好唔好？感谢你，罗恩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来支持谢龙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龙介，好帅，谢龙介，好